个曲儿啊，这嗨的不行了啊！来，来，有请我们三位先排好顺序，刚刚一二三排好顺序上来啊，好不好？免费人气票甩出来，5.9万人助力了！哇，马上10万人助力了吗？5000万赞来走一走好不好？不热，贵州特别的凉爽，好嗨呀！6.3万人祝你啊！1、2，来有请。6.2万人助力了，我天哪！一直叫，一直有人帮我助力，来，大家一定要记得把你们免费人气票一起甩出来，好不好？我们从10万人助力来，有请我们的3位上场，谢谢超哥，这么嗨吗？来，1、2、3，哎，怎么不敢麦克风给他？麦克风，麦克风，麦克风，呜 ，Hello， 来，我来采访一下啊，请好，你好，请问你是哪里人？唐老板，我是云南人。哦，云南人叫做小蕊。对，小蕊啊，是吧？那你今天第一首歌想唱什么歌？我就唱《要爱你就来》吧。要你就来，你一个人唱吗？我跟你一起唱吧。好，我们俩一起唱《要爱你就来》。好的，好的。好的，你现在准备一下，来，我们二号小姐姐叫什么？唐老板你好。啥意思啊？这个小姐姐上来她就心动啊！这个肥肥真的是啊！来，你好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周寒冰。周寒冰今天唱一首什么歌？干就得了。可以跟唐老板一起干起来吗？要跟我一起干仗吗？来，跟我一起干起来，让我们俩一起干仗好不好？可以一起干起来吗？我在想，你这么看上去这么斯文的小姐姐，干仗厉不厉害？干仗厉不厉害？好的，干就得了，准备休息一下，来，有请玩三号的小大帽子小姐姐啊！哎，没打开呀。大帽子今天想唱首什么歌？我唱旧梦可以吗？就唱旧梦是不是？嗯，可以。来，我们准备一下，来。好的。有请，哎，怎么人掉了？49万人，来，50万人，再冲一冲！不要这个，哇，50万人，人气榜第一名了！哎呀，不要抢第一名，你抢第一名就那个啥了。等一下，只要别人说我啊，要大红色。来，我们就是把人气票送出来，免费的啊！头顶上黄色爱心，打开助力打榜，免费人气票丢出来。来吧，有请第一位小姐姐上场的，51万人。我们今天最高人气能做到多少万，家人们啊？今天能做到60万吗？啊，第一天。好，直播间，咱们搜索一下小蕊，她唱不了榜啊，给小蕊点一波关注，好不好？谢谢马老板，谢谢，好，谢谢朋友们，谢谢你来到我们的台，到台，感谢，非常棒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接下来有请我们第二位。哎呀，哎，怎么了？心动啊！大家晚上好，你好。这个耳机，我的天哪，戴错了吧？你这是啊，来。来，好的，叫周寒冰，周寒冰，来，我们来一首干就得了。等一下，等，干就得了。我在想，你能拿出那种干劲十足的感觉吗？可以，我先看到你霸气的一面，好不好？可以。来，我们现在直播间52万人，咱们能不能抽到60万？能抽到60万吗？啊，听说你特别像黄圣依，有人说吗？说你像黄圣依老师吗？不，你们不要这样护着话筒，一定要在下面啊，在下面，不然等下消叫啊。来，52万人的，来，我们一起上55万人就好了，好吧？来，我们来唱一首，哎呀，干就得了，这首歌，干就得了，干就得了，感谢超哥。哎呦我天，好棒啊！你的爆发力很棒。来，咱们点点号观众在榜几？榜四，你在榜四啊？大家好，我叫周寒冰，我在榜四，
喜欢我的可以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来，咱们把榜四的关注点点哈，来广西过来的哈，耳机掉了，我跟你说，我的耳机也是掉了，再来一首，蛮公平，都是再来一首。有什么歌你来唱一首？感谢大帽子送来的华子。大帽子不在下面吗？大帽子。感谢大帽子送来的华子。大帽子不在下面吗？大帽子。来，你唱首什么歌还？唱首什么歌？对，还有没有什么嗨一点的？你自己想。要不你推荐吧？我推荐啊。嗯，我推荐。你们来想听什么歌，他再让他来一首好不好，再让他来一首，想听什么歌，唱过唱忐忑，来个英雄类可以吗，还是来个 DJ 的，要不要英雄类，要不然整个男生跟你唱，整个帅哥跟你一起唱好不好，我还是喜欢唐老板啊啊再来一首，那你一个人先来一首吧好不好，你看唱什么歌，刚才说 DJ 的还有什么歌，来个旧梦，旧梦他要唱的，你不能唱他的歌我给忘了他要唱旧梦的啊，还有什么眉飞色舞会吗，这个不会，要不来一个麝香夫人，还是来个啥，麝香夫人想听吗，麝香夫人可不好，好吗，来56万人，咱们一起冲60万人，头顶上黄色爱心，人气票免费的丢一丢，助力人数现在多少了，助力人数啊，看不到，家门告诉我 7.5 万 7.8 万人助力，我们一起冲10万人助力啊！ 7.9 万人了， 7.9 万人，来我们冲10万人助力好不好，还有多少分钟，10分钟，还有最后10分钟时间，头顶上黄色爱心把免费人气票一起丢一丢，马上8万人助力，谢谢大家，麝香夫人可以来吧，来麝香夫人可以是吧，哇麝香夫人你跟八童唱比较好，我觉得好好不好，八童来，八童给你个跟美女唱歌的机会，还是啊啊啊啊啊什么啊，来好不好，要八童跟这位小姐姐一起唱，因为八童唱这首歌特别好听好不好，来走到这首歌了，爱你，八童真的是到处传绯闻了是吧，哈哈来59万人冲60万人，人气票来，有8.5万人助力，8.5万人，我们冲10万人助力，一起冲来，免费人气票没丢的丢出来，哇马上60万人了，来一首麝香夫人送给大家，有请周航，你好高啊，哎呀八童，八童害羞了，八童啊啊有点害羞我可以跟着你跳，罗桥河上面岸对岸，为明草海棠花盛开，谁把月亮画心上，找到想说的话，刘成海刘成海越过绵绵的高山，越过无尽的沧海，如果期待依然在，总是春暖到花开，请你轻轻留下来，让梦却走着尘埃，香飘在树梢之外，走向美丽的天来呀，60万人来，家们一起丢丢人气票，8.8万人助力了，感谢盘整哥，你本身跟过天桥爱，麝香夫人甘愿归来，她把月光画心上，照得起黑的夜，亮堂堂亮堂堂，谢谢庞主哥，61万人了，越过绵绵的高山，越过无尽的沧海，如果期待依然在，总是春暖到花开，请你轻轻留下来，让梦卷走着尘埃，香飘在树香之外，走向美丽的天籁，别起来，呜乌龙山连着上百山，雪光洒下了香水台，有没有
水永不寂寞。你来过年花没传说，百里杜鹃不凋落。我望山里这山外山，月光洒下了向谁看，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，这是苍天对你在呼唤。一座山翻过一条河，走过千山万水永不寂寞。你来过年花没传说，百里杜鹃不凋落。住一人清晰看见你那坚强的脚步，如果天留得住，如果地也来把你稳住，愿你就在这片雨水间常住。 3, 2, 1。 如梦山里这山外山，月光洒下了向谁谈，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，这是苍天对你在呼唤。一座山翻过一条河，走过千山万水永不寂寞。你来过年花没传说，百里杜鹃不凋落。我望山里这山外山，月光洒下了向谁谈，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，这是苍天对你在呼唤。一座山翻过一条河，走过千山万水永不寂寞。你来过年花没传说，百里杜鹃不凋落。谢谢，谢谢，两位合作默不默契啊？我爱你，你是。来，咱们把先把客人啊，周寒冰美女的关注点一点，在榜几？榜七，你在、啊？谢谢大家，我在榜七，我叫周寒冰，喜欢冰冰的可以给冰冰点个免费的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来，咱们把自己人八筒的关注点一点，喜欢冰冰的可以给冰冰点个免费的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来，咱们把自己人八筒的关注点一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八筒，喜欢我的给我点点关注，我在榜13号麦，八筒的关注一起走一走，谢谢大家。我在榜13，八筒，大家没有关注一下我们的老板的，一起给我们的老板点点关注，把上方的黄色爱心点亮，我们所有家们把人气票一起往出打一打好吗？所有铁粉能打满600，打满600，来，加加油！好，来。我们头顶上这个黄色爱心打开，黄色爱心打开，助力打榜，免费人气票，最后5分钟冲10万人，加油！上班的最后，来9.1万人，我往10万人，最后5分钟，大家一起冲一冲！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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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板拿手机喊一嗓子人气票，我喊了啊！周寒冰先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因为我现在还有现场还有非常多的人啊，好不好、啊？谢谢唐老板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的啊，这么好的那个好的演出啊，真的特别棒，特别棒啊！来，接下来有请我们大帽子上场。Hello， 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！直播间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！我们俩衣服好配啊！啊，你说多少人助力了？10万。已经10万人助力了，来继续助力人数一起冲一波，10.2万人往11万可以再冲一冲，再上一手上70万人哈哈，啊，来，哎呀，咱们等一等吧哈，因为很多人呢，很多人那个想要上来唱歌啊，好不好？一会儿咱们还想听冰冰唱的，我们再请他上来唱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啊，大帽子来，我们来首什么歌？刚说，嗯，大家好，我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《旧梦》啊。你还会唱什么歌吗？嗯，三月里的小雨。还有吗？还有《康定情歌》。康定情歌是康定情歌是原版吗？啊，是加情人桥的那个版本。是嗨的还是那个的？是温柔的，温柔的啊！你们想听哪一首歌？告诉我，《康定情歌》《旧梦》还有《三月里的小雨》，想听哪一首？来告诉我。谢谢罗家三姐妹啊，好不好？来，人气票，我们继续冲，看看最后能冲到多少人助力啊？多少人了？现在已经有10.4万人了，冲11万人助力来！呜，什么歌？快看！哦，唐毅体力真好，这还算什么？我要接下来，我要在户外连续做10天啊！来，头顶上这个黄色爱心打开，
黄圣依新助力打榜，免费人气票丢出来，最后两分钟不要留了，来一起水出来，还是 10.5 万人怎么？来吧来吧，可以可以了，来我们来啊，什么歌他们说，家人们看清楚了吗？旧梦啊，旧梦比较多，那先旧梦吧，来旧梦送给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一杯又一杯，像一场失去的旧梦。11万人助力啦！夜风沉沉，今夜花纷纷，今夜雨茫茫。我不能忘记昨日的制约，往日的蜜语柔情。今夜泪连连，今夜雾茫茫，今夜歌声声。我怎能抛却对你的思念，默默在心中奔涌。风呀呀吹个不停，像你洋溢个笑不停。承诺一个又一个，像一场失去的旧梦。雨呀呀下个不停，像一呀一呀响不停。爱的苦酒一杯又一杯，像一场失去的旧梦。Let's go！ 最后30秒，来一起助力12万人助力好吗？你来，今夜风沉沉，今夜花纷纷，今夜雨茫茫。我不能忘记往日的誓约，往日的蜜语柔情。今夜泪连连，今夜雾茫茫，今夜歌声声。我怎能抛却对你的思念，默默在心中奔涌。风呀呀吹个不停，像你洋溢洋笑不停。爱的承诺一个又一个，像一场失去的旧梦。谢谢一个个的华子。呀呀下个不停，像你洋溢洋笑不停。一杯又一杯，像一场失去的旧梦。爱的苦酒一杯又一杯，像一场失去的旧梦。感谢一哥哥，谢谢一哥送来的华子园。好了，来一首旧梦送给大家。哇，我觉得你的台风好好啊，谢谢，真的台风特别的放得开啊，台风很棒。来，咱们把在榜起，你在榜七，榜七的大帽子的关注点一点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帽子，我在榜七，动动大家发财手，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大帽子，来好，咱们的一哥哥啊，感谢一哥哥来榜一、榜二、榜三的关注，咱们也一起走一波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来到我们的大舞台。呜，哎呀，这样子吧，接下来我们这样子，好不好？我们来一首过渡的歌，呼唤使者要不要听？想看我们跳舞吗？呼唤使者好不好？要不要看巴童和屯屯跳？巴童和屯屯跳，我跟田少跳，然后我再跟巴童跳，你再跟田少跳，好不好？啊，换着来行不行？可不可以啊？来直播间50万人，哎，掉了，掉10万人了哈。来掉10万人了，来直播间50万人，我们来把榜一、榜二、榜三、榜四的关注点点，还有罗家三姐妹来了啊，来把他们的关注一起走一波好不好？来呼唤使者上来吧。你在干啥呢？哎，我不想穿这个衣服嘛，我这衣服不好看，每次都没穿好衣服，真的是，我要把它扎起来，这样好看吗？好看了啊，来一首呼唤使者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们安排一下，来，那个巴桶来，我看看，
你们俩先上吧，好不好？算了吧，你们的粤语我实在听不下去。啊，你俩干嘛？你们俩这个粤语都可以比，我跟你说，我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啊，我一百步笑五十步，啊，五十步笑一百步，反正我也差不多，咱们都差不多，粤语都不怎么好啊，但是咱们就是胆子大啊，脸皮够厚，敢于唱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一首护花使者，咱直播间五十二万人，再往六十万人冲一冲，好不好？刚刚多少人助力？一共有十点六万人助力，然后第二名。不是十一万人吗？十一点六万人，十一点六万人助力。来，谢所有刚刚帮我助力的家人们，谢谢我现场的朋友们一直在陪我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我感觉我要下播了，拜拜。一听你就要拜拜了。好的，谢谢大家哈，这么晚还在这里陪我。然后明天希望我们不要有意外，七点半准时开播啊，好不好？来吧，52、54万人啊，全部等着我们唱护花使者啊！来，哎，不是，我看错了，五十三点六万，我怎么看不清呢？天哪，这个太难看了，53.6，来，太亮了，边框，54万人，我上了55万人，来一首护花使者送给大家，呜，来，还差10000人，家人们，嗨起来！退后，我要开始装逼。他生病满冬，经常用滚烫，长得手法我问他，我没略没泪放下。被摸的满冬，经常用滚烫，我一个定格身体就生存给他。他生病满冬，经常用猛他，长得手法慢慢悠悠，没露没露放下。被摸的满冬，不应不爱他，我一个一日生负着心中的中偶遇，这晚在跟踪偶遇，身上被他两个决定，不定对我跟他对家，小小的老风不曾吹起他，他那悠悠微笑，把又对我说话，轻轻声音脱脱声音，默默转大巴，对我说浪漫情爱我吗？轻声的晚风，请跟踪吻他，长得手法慢慢悠悠，美老美老放下。被没的晚风，不应负爱他，我已各依一生负着想中的他。他生的晚风，静静拥吻他，长得手法温温，美丽美丽放下。被没的晚风，不应负爱他，我已各依一生负着想中的他。有请八团组合，55万人了，家人们，七宝宝嘉年华，这晚在刚才偶遇相中的他，两个决定不停就跟他回家，生锈的冷风不准摧毁他，他那悠悠眼上烦忧的我碎花，轻轻声音飘飘声音慢慢再来吧，对我说浪漫情让爱浓吧，苍生的满风金刚拥吻他，将那秀发摸摸揉揉，眉楼眉楼放下，被雾里满风不禁抚慰他，我已决定压生活的心中的他，他随你晚风金刚拥吻他，将他秀发弯弯揉眉楼眉楼放下，被雾里满风不禁抚慰他。
诉我，我跟马桶。鸦雀无声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八屯唱的好吗？哇，你们真捧场啊！他们俩唱的好啊。老板唱的好不好？哎，你们也真的捧我的场哈、啊！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来，咱们把三位的关注点一点来。呜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屯屯，我在榜十一，榜十一的屯屯点点关注，辛苦大家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巴桶。关注。好、哦，谢谢。哇，三位唱完了，来，接下来我们再在台下找，现在几点钟了？十点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十点零九分。十点零九分啊，下播了，我们要。来，一一的挂。来，我看看台下还有多少没有上台的。来，看这里有个小，哇，这小姐姐好可爱哟、哦。屯屯，屯屯跟你有点像，这个屯屯。来，所有的朋友们一起点点赞，分享一下直播间。现在我们在的地方是在贵州贵阳的国公。你跟我过来，这边。来，这里有位小姐姐，我看好可爱。来，你好。对。你从哪里来？我。哎，这是没声音呢。我就在花果园，我今天都等你很久了，我今天第一次见到你的本人。来。这没声音的，喂。来，你今天要唱什么歌？我唱一首夜漫长吧。夜漫长，哇、啊、好久没有唱过这首歌了，预备起。夜夜太漫长，我太过思念，是喜爱愁万千，只羡鸳鸯不羡仙。雪花一片一片，片片为红颜，融化了春天，盼回南归的夜。你们是不是开电音了？我感觉声音好怪、啊。怎么开了？怎么声音这么怪啊？是不是没搞好？来，我们换一首歌，还会唱什么歌？刚刚没弄好。夜夜太孤单，没有啊？夜夜太孤单。好、啊，现在没事了，我们再换一首其他的歌来。玛丽情歌，玛丽情歌，预备起。玛丽玛丽玛丽，唱着前世的情歌。哦，歌中摇曳篝火。哦，你是我的风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刚刚那个是没弄好，家人们。刚刚那个是有电音，家人们。来，这一个这首可以吗？玛丽情歌可以吗？可以，加油！老板试一下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我觉得你可以跟屯屯一起唱歌，你跟屯屯一起比可爱，可以吗？紧张了，对，确实有点紧张，因为唐老板就在我的面前。哎呀，这刚刚没弄好，刚刚那个歌没那个话筒没弄好。来，可以啊 ，Money Money Money， 唱着前世的可以，可以还是比较多啊，可以比较多，来唱来，你要试一下，来你试，喂，你上来 ，Hello， 我唱一首《爱情重点》，爱情重点，咱们直接唱好不好？来，我已经不是你唯。爱情，哎，不，这个话筒怎么了？这话筒我看一下，快点，有干扰吗？信号？拿一个，快点拿一个来，拿一个来啊！看这个行不行？喂，这个可以，来唱首什么歌？爱情重点，爱情重点，来，预备，起！我已经不是你唯一的爱情重点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言。既然不爱我，就该放开我，何必还要苦苦纠缠？哇，就是很少有人会唱，就是我们平时不唱的歌哈，很特别哈。来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好姑娘，好姑娘，我们喜欢家人们，好姑娘，这个可以，他们说，因为你的这个风格是平时我们没有主播有这种风格哈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来吧，可以。上来啊！啊！来！
你叫我什么？老板叫什么？老板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谢谢你。哦，我知道你们了，你们我们本来是应该是要给没有上过人的人机会的。你们是罗家三姐妹吗？啊，又是新成员吗？好，你们要唱什么歌？好好，什么歌？谢谢唐老板给个机会。唱什么歌？我先唱一首第一次上舞台唱的一首歌，《自由飞翔》。好，预备，起！在你的心上，自由的飞翔，灿烂的星光，永恒的徜徉，一路的方向，照耀我心上，辽远的边疆，随我去远方。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啊！真的，今天没有男生哦，真的啊、哦！今天哦，男生都在那边。哎呀，我妈，全是女生，可以吗？啊？他们想要男的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你们再换首歌好不好？再来什么歌？换一首，来换一首，换一首什么歌？我们是三姐妹，三姐妹最后面。哦，这个不是啊，你是三姐妹团队的。哎呦我天啊，那你是四姐妹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唱一个，唱什么？你们唱什么歌？就上车像夫人吧。你们，你要不然你稍微让一让，你稍微让一让一让，让他们唱一下来，来，来。你在那万丈中央。感受那万丈荣光，可以吗？哇，好大气啊！你们的唱歌都是很大气哈、啊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。你，我想跟你们一起唱，可以吗？等一下，唱你一起唱，行不行？跟他们啊？看看看看，男生马上再找一个男生，好不好？男生马上找，好，很好，可以。来吧来吧来吧，你们来吧。来个男生，来，来个男生，来。那个给大家唱一个新贵妃醉酒啊，好吧。新贵妃醉酒这么难的歌吗？我们直接来那个女生串版的地方好不好？好，来直接唱，预备，三二一，走。爱恨就在一瞬间，举杯明月情似天。谢谢谢谢大家，哎，感谢唐老板。你是要急着放吗？你要急着走吗？你要急着回家睡觉吗？还没唱完就谢谢啊。可以吗？完了。呜。我们再挑一挑。好不好，我们再挑一挑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邓贤仲。邓贤仲，邓贤仲啊，邓贤仲啊，我们再看一下啊，好不好？这个男生来，男生，男生，哎呀，来，你来，等半天了，等半天了，等半天了，你这么高吗？你啊，是是是，有两米吗？没有，一米八七，一米八七啊，这个感觉有两米啊！你要唱什么歌？鬼迷心窍，富豪的那个版本的，预备起。是鬼迷了心窍也好，是你前世的姻缘也好啊。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。哇，这实力派，实力派啊、哦、真的。行不行、啊、这一位一米八七的高个帅哥行不行、啊、他们都想看男生，今天看的女生太多了，看男生。可以上，可以上。这个帅啊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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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吧，来，我们找了四位了哈，找了四位了，来，等一下等一下啊，呜呜，来家人们一起点点赞，分享一下直播间。那现在我们在的地方是贵州贵阳白宫的后面，来来来来来，已经十点
10点多了哈，现场还有很多的